讲师，还有咱处长啊、副处长啊、有领任、副领任啊、甲组长，以及在座各位先生，大家晚安。天老师，晚安。啊，今日呢，还是讲非常感谢咱啊上天的啊。主笔，咱周叔爷的奉主，咱师尊师母两位老大人，啊，的这个大德用因，加上咱何老建林，啊，的这个主笔，咱以秀才而先，啊，班建林，啊，伊的这个引会，加咱周建林。这次呢，啊，佛法啊，有这个机会啊，由咱前人啊的奉命，甲咱领导点人师的这个保佑啊，而且呢，还是讲是非常的感谢。那相对也是责任的加重。你对于了解这个啊德福呢，来说讲是非常的德观化。时代的不同，啊，所以讲呢，社会的德观，那对于了解德福的推动呢，啊，来说讲是啊一种难点。那或许今日虽然新闻间领导的公司的报名。那么当有了解这个点文书，但是贡献资金呢，会使讲是非常的大。那咱领导点文书呢，交代，哦，你啊点文书的名是责任的加重，不是权力的扩张，这符合的，会甲伊记在心。所以讲呢，啊，当然伫咱学下来到这个道场，啊，今日一路来，是望了咱弟兄前辈者呢，不弃，一直甲学下个啊来栽培照顾，啊，所以讲一路来有前辈者的。啊，鼓励教育扶持，啊，今日呢，来当地道场，甲咱各位前辈大家呢，啊，同修共伴。那当然呢，而且佛法嘛，真正感谢着阿彪，阿哥甲其实好势是伫高中诶，啊，伫毕业就去实习。啊，毕业就了即个证。那当然诶，即拄啊好去诶所在咧，啊，拄啊好咱重名。哦，嘛是咱设立单位咧，啊，咱中央啊一个啊，这个办点文书去新竹开封，哦，咱迄阵啊咧，恭喜办建立，哦，拄啊好伫遐咧啊来就读。那因为或许啊，伫遐做差不多两当了，大概啊做兵了咧，或许就无去出国。或许是感觉讲要趁钱吼，走遐也是爱做到有钱，啊，不如就从啊带带出去，哦，可能免遐辛苦，哦，因为出门就是一定爱先啊成啊要成家嘛，吼，爱一块厝，啊，所以无出门。迄个时阵拄啊好，啊，
人甲男朋友，吼，啊，佮同时呢，啊，咱谢小姐、依兰小姐呢，吼，伊知影好像是有求道，吼，伫办理事业。那因为最后回来了后无出国，那阿舅甲阿姨呢，吼，啊，佮甲咱谢小姐，吼，经常在甲互相鼓励。尤其是阿舅甲阿姨。迄阵啊，阮爸爸伊可能也较无很了解，所以讲起来呢，啊，然后阿表家伊啊，非常的委屈。所以讲，华安的一路来，啊，咱前辈者面对教育，伊就话咧，啊，就是啊，用较爱伊咧，啊，不断，哦，无受着这个为难，啊，家庭的考验，都能言能语啦，吼、哦，当然是大人也是为着咱好，哦，啊，但是。有甲爱用个，啊无因为安尼，吼、哦、啊，较我好去，所以一直后来鼓励着学习，所以好势呢，啊，对不了伊即个修行学道，还是讲是咱啊有甲爱用，甲前辈者不断个鼓励，因为初初伫道场，还是讲是非常个。当地的作些品情啦吼，但是伊都有即种的耐心吼，安尼参加啊，所以遮呢非常感谢阿丁甲阿姨吼、哦、啊，咱过去前辈者呢对学校的指导教育，亲像咱房屋顾问啊，咱啊国进的团主啊，吴进杰呢前辈者呢啊不断甲学校呢。啊，来鼓励，对有了修道呢，啊，咱一定爱好好去坚持。所以讲呢，靠我多人行较真嘛。那当然，伫啊，即几十年来，除了新闻前辈者呢，啊，新闻了着咱点文书，哦啊，前辈者会不去，啊，相对有咱在座同修大德呢。啊，一直啊，同修同伴，所以讲呢，咱大家伫这个所在呢，啊，会使讲是也过非常啊，伫这个所在呢，互咱同款非常的感恩个人啊，同修大德。那当然，伊太就是讲伫未来，咱更加大家努力。打拼，好，那么别人话去甲咱爱上呢，啊，会当来甲伊，哦，好好自己的这个开发，啊，富贵嘛就是话咱会当多兴功腰怪，啊，讲大一天和尚敲天钟，哦，啊，咱别安怎呢？哦，会当一世人一言，咱的初衷就是修道修道，那么就是咧兴功腰怪。这点呢，咱袂当袂记。人行到尾啊，已经来袂记这条路初衷，咱来到道场的迄个志向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讲呢，期待呢，啊、哦，嘛就是讲，会当个大家更加愈行愈活，吼、哦，安尼个道场会愈活化。那当然，咱啊，领导人士呢，啊，
各个伊是甲伊分做三个区，但是是分区无分时。咱个道路就是照过去吼顺序，甲过去个运作都是一样的。吼、哦，只是讲哦，咱啊通霄大河有一个窗口，啊，若无你讲进中央，尤其是或是跟曾经理去带伊用，也较会啊。到底是要找曾经理，是要找何法？是无所适从嘛吼，啊，虽然领导人在室内，伊家己做安尼分别，但是伊个分别是切割，哦，是分工合作，分期不分心，哦，就是像咱进工作中有需要，哦，咱个同修大德变咱去搭配，啊，咱立法组长拢会定定请前线个，做位去带来，还是咱真心伊会请。咱咧前线大头去应征，吼、哦，爱有主动邀请，伊拢是道理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讲咧，会当因为有了啊，即、這个区别，伊予咱个道路运作搁较圆滑，搁较体贴，安尼就对了，这样就错了，吼、哦。因为咱个目标是用到一点，变到甲咱爱上个道路，会当增强咱个发扬光大。甚至心有余力，就是咱一定爱扶持咱一和圣坛。因为一和圣坛就是咱的中心，咱的中心需要大家，咱就是嘛是义不容辞哦，爱当接受了这个中心的啊来甲咱哦支配哦。所以讲呢，啊咱的道路哦，希望呢就是运作呢啊愈来愈顺利哦，啊咱的道路愈来愈方便。那么呢，啊，咱大家私底下呢，会当大家互相呢，啊，道路连啊。其实一个道路，无有大家，哦，你讲点会输，伊偌厉害，其实那种不足细数啦，一个人无啥物大家，都爱有大家。所以讲呢，咱前辈家一直传承到今啊，就是有咱大家共同努力打拼，到有今日，哦，伊即个，哦，咱个。即、这个爱上的活动，哦，啊，甲咱目前高五的，伊即个扩张，哦，到有今日，伊即个有经常，哦，啊，所以讲呢，希望讲啊，未来咱的高五更加团结，哦，那么呢，更加会当运作自如，啊，互咱的高五会当成长，哦，这是啊，咱领导人们是呢，哦，也期待，哦，啊，因为。咱过去当然拄啊是甲咱杨经理、杨典律师哦，爱后壁个啊，就是即摆个心里面的三会哦，啊，当然呢，就是一定爱有一个引导哦，来指导典律师哦，爱是来甲咱看岗哦，变为哦啊，以即个引导典律师的啊来做一个啊总运作。所以讲呢，啊，咱啊，洪典律师呢，啊，就是咱啊，从今以后呢，就是咱爱上的啊，一个领导跟传师，哦，所以讲呢，这点咱爱会记住，哦，啊，或许呢，就不过耽误时间，而且最后哦，感谢咱领导跟律师，哦，那么呢？感谢咱在各位前线大德贵体啊，以及个参加扶持啊，啊个未来其他个就是咱同修大德会当共同更加加强努力哦，啊咱会当共同个哦再出发，把咱个道路呢更加通个啊，以上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啊，万事如意，我们的道路会永在啊，以上。感谢您，慈悲前道冲，坤道冲。